而且现在情况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很好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你会把他一直在家里面？不是我丢的，贵哥他骗你的，好不好啊？事情是怎么样的？挺清寒，好吗？那现在姐姐怎么样？我出门的时候家里有人，就这样子。有人在屋企喎，頭先佢有啦，可唔可以？好，你唔好講啦咁多啦。你有咩？即係你有冇話？其實係有冇人在屋企咁樣啊？有啊，有。有邊個在屋企啊？當其時。三四個咩人嚟㗎？嗰啲。你唔好揾啦，咁多人好煩。咁你點解初頭又話冇人在屋企嗰度？我只係講過做我仔㗎嘛，佢做到我心口咯，所以話我反感咯。啊嚇！咁而家揾到個仔未啊？未揾到啊。